为了解决地球能源危机，公元2110年1月1日，人类制造了赛尔机器人和宇宙能源探索飞船赛尔号，前往宇宙中寻找一个叫做宇宙之眼的神秘领域，传说那里有神秘精灵看守的无尽能源。本地精灵库鲁为报答赛小西等人的恩情，呼唤了许多本地精灵，运来了赛尔号需要的能源矿石。此时格林受伤归来，他带着赛小西等人找到了正被海盗吉约虐待的布鲁。这时神域三天王出现痛击吉约，迪恩及时出现将吉约一行救走。第19集圣邪相遇。莫迪西斯怎么去了这么久？我已经等不及要把那些铁皮人咬烂了！啊！别管那些铁皮人了，麻烦的是要先把这家伙带回索伦森大人那里。啊？可这家伙有点受伤了，我们怎么交代呀？这……他们到底是谁呀？几刀就把吉约给打趴下了？他们是索伦森的手下，神域四天王中的三人。刚刚跑走的是莫迪西斯，这两个分别是阿瑞波斯和阿洛纳斯。我看他们不是好人，还是快撤吧。看来索伦森大人说的虫子不止那两只。就是这些机器人，阿天达，走开！我的铁拳可不是好惹的呀！折磨这些机器人一定很好玩。等一下，我们和刚才那些机器人不是一伙的，我们不是海盗。不是一伙的，那又怎么样？我们是赛尔机器人，我们也是海盗的敌人。赛尔机器人？我决定不再折磨你们了。我就说嘛，敌人的敌人就能成为朋友。阿瑞波斯，你直接把他们咬成废铁吧。
你们是不是没听清楚啊？我听得很清楚，海盗要杀，塞尔机器人更要杀。嘿，这里有人吗？我迷路了。这里有人吗？我迷路了。迷路？你们？圣灵魔闪光，那个怪物，别看了，快跑！喂，你们，哎，嘿，你们没事吧？机器人我倒是不会修，不过可以给你们一些能量。米卡，多谢你的帮助。啊，举手之劳。哦，对了，你们有没有在附近见到一个黑影？哦，那算了。你们知不知道一个地方？什么地方？那地方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，只记得有很漂亮的水塘，还有很多花，反正很美就是了。这种地方也太多了吧。对啊，那不打扰了。对了，我们是不是曾经见过面？走了。咕噜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六根黄金虚翅。我竟然看到了传说中的普尼。你发烧眼花了吧？他可比普尼帅多了。可是，糟了。他好像伤得很重，快，我们快把他带回塞尔号治疗。好强的灵气啊！没错，就是这儿，这里一定能恢复我全部的力量。知道这招，我也来了。极光，再来，断空风，灵之伤。再来，不愧是普尼呀！哎，你认识我？你是谁啊？你不认识我啊？我应该认识你吗？连你的老朋友都不记得了吗？我是这云霄灵石的守护者，当年你在这儿修炼时我们就认识了。怪不得我觉得你这么眼熟。不过普尼，你的力量变弱了，
连样子也变丑了。啊，是吗？我还觉得挺帅的呢。等我拥有了树之灵，我会让你变得惨不忍睹。我已经给布鲁注射了恢复药水，用不了多久他就会醒了。你的伤还没好，去休息吧。嗯，格林。卡露露，我们来看你啦。哎呀，别吵，布鲁现在需要休息。可我们想看看卡露露。格林，干！不行，我不能让你们两个大嗓门进去。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，快去将树之灵偷来。不能不能，最无敌的精灵，这些都是最高水平。就有那些山寨 Lasting， 我们在飞船上穿行，拥有最强大的实力，我们是银河第一名。说白了，至少是他是第一名。我们寻找新的精灵，据说这样就能出名。啦啦啦啦啦，我们创造新的传奇。